啊，这个村里头还有一个一码头写生基地。啊，它归一码头校。对对对，这是画画的时候来这儿画了。哦，这儿还有一个旧碾子啊，那儿有一个拴马石，好多这个美术学院来这儿写生。对面就是大山，老能听到这个什么鸟，好像野鸡是不是这个声野音，鸡嘛，是吧？老能听，你听。啊，这是个磨坊啊，看着就像。现在还加工了？可不又得推个现代小区了。哦，哦，还有电磨了啊。有。这个房子古老了吧？这你要刷新都是五六十年了。啊，五六十年。那旁边那儿有一间房，那肯定有一家。那是不豆腐房呀？不是。那个山上那都是掏的窑洞是不？过去打窑洞，那打那窑洞干啥了？那是？就占备东西往过去。哦，是占备豆，备山备荒啊。哎，你这在不在了？你这回来了没？回来了没？那回来吗？回来吗？不回来吗？可在大棚呢。可这柴火闹得也干净啊。嗯，也挺理想。这估计都是做那个柴火、引火的。骡头。大姐，您是嫁给那个蒙古族了？他们蒙古族也跟咱们汉族通婚了啊。也是能结婚，蒙古族跟汉族结婚了。哦，您的婆婆是蒙古族是吧？也是蒙古。哦，就下来您是汉族啊？应该是汉族，汉老家同是蒙族呢。婆婆也是蒙族。哦，那您婆婆他们家里头人会说那个蒙语不？一般他们不会。您婆婆也不会？婆婆早死了。公公也不会。现在也就是您家属也不会。他也不会。一句也不会。一句也不会。你们姓啥？姓祖，他们姓祖。他们这吃饭生活方式跟咱们汉族一样。生活咱们汉族也有。那你结婚的时候，比如说跟那个娶的时候跟那个就是那个蒙古族和汉族有区别不？没区别，一样人。您也是咋娶过来的？那会儿跟坐个路马车。跟汉族没啥区别啊。没区别。啊，蒙族和汉族一样人了，啥一样人。那您的孩子叫您的家属叫他爸爸叫啥？叫妈妈。叫妈妈。妈妈。嗯。叫您叫啥？叫妈。啊，还不叫爸爸啊？那您的孙子叫您的儿子叫啥？这会儿叫爸爸。哦，改了啊。改了。不叫妈妈了。不叫妈妈了。包括这个过节日呀什么，他们这个蒙古族，啥有玩意儿的，也过年啥的，啥也有玩意儿的，那跟汉人基本上一样啊，没啥区别，啥有玩意儿的，主要他这个桌子上少嘛，要是那个人家这个村儿都给汉化了啊，这个村里头也就十来户啊，可是他们住家，这会儿俩这么多的，这会儿他们不在了，他们可少了，高家也没人了，哇，过去这个村是不就是那个蒙古族在的地盘儿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啊。反正叫个格料村儿，它属于一码头嘛啊。归一码头叫。啊。能管了，人家转旧都能管。